晚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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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铁们，这是什么？手机，手机大了。晚上好，有点曝光，那一点点啊。刚刚拉过来顺光。对，啊，开了之后就有点。Hello，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Merry Christmas。还没呢，谢谢羊儿，谢谢羊儿。你是什么小羊人？别乱说话。我会计算的。别乱说话。对不起。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老铁们，晚上好。两年不见了，两年不见了，许久不见了。祝大家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祝大家身体健康，长命百岁，长命百岁。两个人忙着躲避的，我忘记了我们干嘛了。我们第一天去拍东西，然后就没拍成。哦，等一下给大家讲吧。这两天踩的雷也挺多的啊。是的，能吸入的能吸。没，还好啦，没有说过很久了。对啊，两天而已啦。两天而已啦。两天而已了。谢谢，谢谢八哥。谢谢。谢八哥。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踩雷了，哎呀，谢谢口水魔，谢宝，哎，猪猪，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先等大家入座，好吧？是的，不然一会儿有人问，刚才说什么了？没听到。等大家入座，好吧？大家请入座，大家来到这个现场的，就是可以入座的。谢谢 Rashiwa，Rasha， 谢谢预约房，就睡一个车。你们先说吧，你们干嘛啦？你们干嘛了？我把你拔起来，我有点卡是吧？我去拔，你上个厕所。稍等一下哈，我们把 WiFi 弄进来。谢谢朵朵毛飞西老师。搬家打包行李，考试上课，严了。家中招了，居家办公啊！我天，老铁，最近这个居家，最近中招的好多，嗯，是不是？我们两个天天在家里担心。为什么呀？谢谢 Z I K O， 谢谢。嗯，找什么？我看一下好没好。对，好，现在连着手机。Hello， 我想搞又居家办公啊！注意身体啊，各位。老铁，注意啊！阳了这么多吗？啊！啊，好多人都中了，我看评论。是，反正我朋友圈大家都中了。我那天很搞笑，哦，那天我们不是答辩吗？就是我们答辩那个开题报告，然后就好多同学他们都是，老师，我是这个谁谁给电音了，好可怜。谢谢婉婉。啊，你们注意一点，注意身体呀，你们注意一点，注意身体呀，各位。我跟你说，就是前两天那个，昨天还前天啊，我不记得了。这个黄女士就跟我说，那个胡大哥，他们单位有胡大哥差不多了，他
他说胡大哥，他不是说，他说胡大哥有一个同事，对，然后阳了去上班，嗯，然后胡大哥有一个同事阳了去上班，然后呢就是，他发烧，他不觉得自己阳了，嗯，然后去上班之后查出来是阳，然后胡大哥就是跟黄女士发消息说，那个我感觉我也差不多了，我现在有点不舒服，啊，你准备一下吧，这个黄女士给我发的消息。然后黄女士不是，她是这个样子的，黄女士她去囤了点药，你知道吧，她囤了点药，就是她给我们分了一点，对，她跟我们说，她说你们今天出不出门，我说应该会出吧，卡了，哦，那这个好了吗？好了吧，等会儿看看手机有没有。哎，这是什么 ASPA？ 哎，应该不是吧，有了，可以，嗯，我卡顿怎么感觉忘了，好了 OK OK， 我们换一下那个 WiFi， 刚才刚把它挪到里面了。现在好了吗？你没网吗？现在好，好了是吧？我还好，我没有咳嗽，我就是刚才呛到了。就是那个我们就是黄女士，她就是囤了点药，你知道吧，囤了点药，因为她觉得有可能是逃不脱了，对，嗯，她觉得总要这个事儿。她是早就囤了吗？不是，她昨天就买的。哦，但是她健完身然后去那个什么药店，对，然后还搞了点菜，她说她去那个超市，然后她囤了药，她说你们今天出不出门，我说我们今天应该出门吧，然后她说那行，你们出门之前来我家拿一点药，他说现在药都不是很好买，然后我们就是后来出门，我还跟他发消息，我说这个我们现在出门了，胡大哥回来吗？回来我们就不去了，很害怕，很害怕，老铁，这有点害怕，先备点抗原。好的好的，我们已经找，再找朋友问了，忘记回复了，嗯，再找朋友问了。然后那个我说那个胡大哥现在还没下班回家吧，嗯，他如果没下班回家我们就过去拿吧，如果下班了就算了。哇，这是什么？哇，谢谢，你看到名字了吗？没有，我也没看到名字，谢谢，一个小金鱼 ASPA。 然后呢我们后来就出门的时候我们就去了那个黄女士那边，就是谢谢木木，谢木木，然后就是搞了点药，也没有很多，因为他自己也没买多少，你知道吧？谢谢诗雨，谢谢诗雨，谢谢诗雨，龙种虎斗彼岸花，叫这个名字吗？不，没有没有，不想说的。谢谢芋泥虎皮卷 ，Thank you。然后哦，与你相伴啊，谢佩奇，谢佩奇，老整些七八的这种东西，是不是？谢谢 Clouder， 哎呦，谢谢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谢谢超级吃吃，谢谢。然后呢，我们拿了之后，他就是谢谢小小。然后我跟你们说，我们第一天就是周一的那天啊，谢生生。我们周一的那天我们是干什么？我们本来准备出去拍视频的，对，去找一个那种有枫叶的地方，嗯，就是那种黄色或者红色的枫叶啊，准备出去拍视频的。最后我们相中了哪个地方呢？老铁，相中那个岳麓山，长沙著名景点，长沙著名景点岳麓山，岳麓山，嗯，岳麓山，岳麓山啊，怎么了？谢谢，哎呦。看鬼怪，看鬼，咖啡雨盖，摘飞吧？啊，摘飞吗？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啊，我看到了 ，Thank you，Thank you。然后，这两天不是出门了吗？我们，嗯，我就是前两天啊，因为有人在问，就是说让我们俩备点药什么的。刚才我们说了吧？哎，你有没有看到？他这个怎么就是提前这么多，啊，谢谢云诺诺，君诺诺是吧，谢谢，谢谢诺诺，嗯，你继续。有人说让我们吃点药，其实我们昨天就是这两天出门，然后怎么说，然后谢谢多多摩飞奇老师，对，我那天刷那个抖子的时候看到有那个什么一个什么医生，他说
就是如果你这就是周围有很多人都生这个病的话，你就可以吃半片，就吃半剂那个感冒药。不要瞎嚼。我就是说，我们是吃了，抓到了，嗯，我们吃了。对，就是没有说的，就预防一下。谢谢蟹黄板，应该蟹黄板吧。我没教大家，但别学我们。谢谢 A 老师，谢谢 L 老师。然后就是，反正是我们刷到的，不一定是那个，就是不会说那个很多，就是预防一下，预防一下。也不一定是真的了。对对对对对对，就在不要，不要相信我们。嗯、我们就是怕，你知道吧？就是怕。然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第一天我们准备去拍东西的时候，谢谢 ZH 老师，谢谢红色的小跑车，嗯，确实只吃了一点点，一丢丢预防一下。然后呢，我们就是第一天去准备去拍摄的时候，准备找一个那个有枫叶的地方，老铁，我们搜了一下长沙著名景点岳麓山。啊，我说实话，我在长沙待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去过。对，从来没有去过岳麓山。我顶多就是我拍那个毕业作品的时候，谢谢汤圆老师，就是啊、嗯，他大学毕业那年。对，我大学毕业那年，就是拍毕业作品的时候，去过一趟岳麓山的一个叫什么一个亭子，爱晚亭，去过一次爱晚亭，我就再也没有去过那个岳麓山。虽然它是长沙的著名景点啊，谢谢你波波。对，然后呢？记好困。我们那天去了之后，我们就是，反正是走错路了还是什么，先去了一个，谢谢夏婷诺，谢谢淘气兔。然后我们就是本来去了一个东门还是哪个门？嗯，南门，东门，东门，东大门。对，我们先去了一个东大门，去买了点衣服。你们知道，就是Korea 东大门，就是专门卖衣服的地方。但是屋子好冷啊，突然。我甚至是把空调调成热的，然后现在我没反应过来，这是什么？怎么说到 Korea 去了？然后呢，那个有点鼻塞，对，有点鼻塞。然后今天担心了一天，老铁还买个那个体温计，我们两个在家里就是测的不太准。那个老铁，我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吓自己，我觉得这种是测最准的，这种。简单的这种，他买那个体温枪，他那体温枪测的我额头老高温了。刚才我就是右侧的时候都红了，在那里滴滴滴的响，吓死我了！我什么东西？那体温枪感觉就是不是很准，对，是吧？他测出来我有38.1，刚才，哦，然后最低是37.。可是你额头现在一点都不烫啊？对啊，完全不烫。然后就是我后来测这个手腕，他们手腕比较准，就是手腕是正常的，都不到37。然后我用这个测也不到37，都还好。是，就是有点鼻塞，可能是着凉了吧。嗯嗯，可能是昨天出去穿少了。对，可能就都感冒，因为我不发烧。哦，就这种会比较准是吧？对。刚一开始他还不买这种，他说这种太麻烦了。对，因为我就是我不太会用，小时候都家里人给量。啊、嗯。就是怕用不好。啊、嗯。然后就买那个体温枪，结果体温枪没什么太，就是不是很准。是，嗯、这个是准的，这个是正常的。是的，然后谢谢食言，谢食言 ，Thank you。然后我们就是那天就是去了之后，本来去了一个东门，然后发现就是上去要很久，好像坐缆车上去，然后还要走很久。幸好有个路人告诉我，不然我真就上去了。有一个很好心的路人，他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如果要去那个地方的话，不能从这个门进，要从另一个门进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们又从另一个门进去之后，就是把那个车开到那个半，看到半路他不能开了，然后我们又爬上去，你知道吧？爬上那个岳麓山那个中间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叫什么我忘了，你是在说什么？就是我们爬到这个中间那个地方。地图吗？对，地图啊，就是地图。哦，你说爬的半路是吧？对，谢谢七七。什么庙？是车停在的那个地方吗？不是我们终点目的地啊。算了，不记得了。麓山寺不是，反正就是一个那种有一个很好看的一个楼梯，你知道吧？然后上面有一个巨大的那种枫叶的银杏树，有一个巨大的银杏树，是银杏树，是吧？
一个巨大的银杏树，我们本来去准备去那拍点东西，老铁，爬半天。一开始在想要不要爬上去，因为这个季节我们怀疑可能就是鹿云寺，不是吧？不是吧？云鹿寺吧？不在乎，无所谓。某个寺。然后呢，就是我们觉得，要不要爬上去？因为怕这个季节就是叶子都掉光了。就想着算了吧，但是我们一查那个地图，就只要600米，嗯，它写着只要600米，对，但是我们就是没有爬过山，不太清楚这600米当中到底包含多少，就是这种弯弯绕绕的因素，这600米爬了好久，爬过南岳，比南岳还要陡，啊，对，但是南岳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带着一股诚心，嗯，但我说实话，爬那个山的时候就是没有诚心，岳麓山，对。就想着赶紧爬上去看一下算了。然后我们上去了之后，我们两个上去了之后就发现那个叶子全枯了。对，就是那个树上没有一颗，没有一片叶子，没有一片黄叶子，老铁，非常的凄凉，掉光了全都，非常凄凉。然后我们爬上去后，太阳都落山了，上面又灰，然后又枯，真的非常凄凉。然后我们去就是上去了之后发现就是。就爬了半天，然后上去也没什么好拍的。对啊，什么都没有。就是上面休息了一下，就是上面休息了一下，休息了一下就走了。对。然后也没拍什么。嗯。云麓宫是。哎，好像是的。是云麓宫。啊，云麓宫。然后我们那天周一那天是吧，去看了个电影。对。就是得拍完。拍完去看那个电影，然后呢，很搞笑，那个电影院可能快荒了，就是没有人，嗯，就是都没有人看。我们看就是我们看完电影出来之后，发现其他的厅全部都那个开着门，然后我们就看那个墙上面正好有个海报，他说他这个影院有个特别特殊的是270度的什么屏，我们俩都没见过。我们俩说那我们在门口看一下，就是在那种开着门的那种电影，就是影厅门口，我们去看一下哪一个是。结果就是看到有一个，就是每一个厅都没有人管，就是，到最后我们看完那些厅也没找到那个270度的屏在哪里。他说是一个绕着的，啊，反正我没，就反正没找到，没找到二百七，不知道270度也不知道长什么样，没看过。但我之前去那个敦煌的时候，我看到过他那个球形的屏幕，老晕了，它是一整块。大的就连头顶都是，它是360度。那有那个什么东西晕吗？就是那个环球影城的那个哈利波特。那没有，没有那个晕。嗯，想去环球影城吗？先下雪的时候去。老这长沙，你知道吧？长沙上周还是上上周就说要下雪了。嗯，老铁，就是一直没有下雪。我在摸自己的腿毛，这不是脚，我的脚怎么可能长这样？我没有脚趾头吗？你真是好笑，我扯自己的腿毛。他说是270度的，站在门口看完了没有？不好意思，那是人那个花钱才能看的。我觉得都挺严重的，嗯。但是他们说长沙不算很严重，对，他们说长沙其实没那么严重。对，虽然就是。但是大家都很担心，就虽然比以前严重，但是对比一些其他地方来说没有那么严重。是的，就是，但是我感觉我朋友圈大家都差不多了。哦，就是总有人会，就是现在老铁，现在有一个什么东西流量，不说流量密码吧，嗯，或者说就是就比如说他说现在就是阳了的第一件事情是发朋友圈，就是有个段子嘛，就是说。就说他去问一个医生，他说这个得病的患者都有的症状是什么？他说生了病的患者在我这里看完之后，第一个症状就是一定要发一条朋友圈。发朋友圈还好啦，发朋友圈还好，就是你好多是发抖音的。好了好了，不要说太多了。那有什么呀？也是分享生活嘛。分享生活。抖音分享生活。挺好的，我觉得网络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啊，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那些东西，然后来让大家就是，
以此为戒。是是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种状况，大家不要太担心，我觉得很正常。是，哎，我觉得很正常。是，分享一下如何变好的嘛，自己如何对抗这个病毒的嘛，对对对，很正常。是是是，是，我们没有资格说别人，我们就是开玩，就是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反正我，哎，我今天没问黄女士，不知道胡大哥什么情况。是的，我们两个纯粹自己吓自己。谢谢，我又没看到。谢谢。删了吧，删了吧，你看你不知道。谢谢啊，谢谢啊，不好意思没看到。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两个，就是从昨天晚上回来，我们就是老就是担心嘛，谢坑坑，就自己吓自己，谢谢，你知道吧？就老自己吓自己。但是大家就是也不要自己吓自己，因为有时候如果你自己吓自己，头就很痛，是吧？你越头痛，然后你越想，你就想，他的第一个症状是头痛啊、哎。对，对对对对对，就像你有时候你心情不好，可以就是影响你整个人的状态一样，嗯，对吧？就你心情不好，你会影响你整个人的状态；你心情好，你就是你状态就会那么好那么一些。所以啊、哦，谢谢木痴痴，谢谢木痴痴老师。OK， 谢谢木痴痴老师。然后就是你心情好一点，你要相信你自己的免疫力非常的好。哎，话也不是这么说，你如果第一时间感受到自己身体有任何的不舒服的话，不要去查什么东西、啊，你一定要就是第一时间去测，就是用一些就是科学的办法去测自己到底有没有生病之类的。或者你就自己难受，你自己心里面其实知道对有多难受，对，就到一个什么程度，但是不要上百度、就是、对，就是没有必要去就是把这件事情想得又很严重，对对对，不要上百度啊。但生病是难免的，还是大家要照顾好身体。是是，你像他现在就是我昨天我那个我妹妹还给我发消息，就是她有那种现在有很多那种小孩子用的药买不到嘛，他问我就是在长沙的药店能不能买到，我今天看了一天都没有，就是他想备一点，他没有生病、嗯、对对对，他想备一点，就是到时候如果万一呢，对不对？他就是问我，昨天问我，但是我今天看了一天、嗯、确实是买不到，他说如果这边有的话可以给他寄点回去，嗯，这边也没有，反正大家就注意安全吧，这个东西、嗯、放平心态，谢谢 H， 放平心态吧，对，放平心态，他也不会说你、嗯、就算是怎么样也不会说影响，就是说对自己身体影响特别特别大，可能就刚开始那几天会比较难受一点，其他的都不是很那个，所以算了，我们不太清楚这些东西、啊、我也不太清楚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嗯嗯、因为我们也没得，我们也是跟大家一样、嗯、从网络上过去的，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就是我们是觉得生病了咱就好好的照顾自己嘛，没有必要去想的多严重、嗯、是吧，啊，来放平心态啊，注意安全就行。谢谢四一，谢谢四一，谢谢。然后我们昨天就是周一的时候，嗯嗯，还干了些什么呀？吃了个火锅，嗯，是不是啊？嗯，吃的那个火锅，那个带冰的火锅，吃完想起来拍照了。我跟你们说，拍照，说起那个火锅，我不是发了微博吗？嗯，就是我吃完火锅，哦，吃完。老铁，你们记得我那个面霜？老铁，你们记得我那个面霜，就是我跟你们说，就是我把那个面霜，我是这个样子的，我有一天我那个面霜用完了，拿一瓶水烤一下 OK， 然后我有一天就是我那个面霜我用完，你知道吧，我去拆了一瓶小的，我拆了一瓶小的，一个小小的，这个小小的，而且它是这个样子的，它外面是有一层塑料纸的，对吧，你们知道，就是外面是有一个塑料纸的，然后我就这个样子，就是把它撕开了之后，然后把那个盒子打开了之后，我把这个面霜，老铁，我一打开里面空这么大一塑料纸的，对吧，你们知道，就是外面是有一个塑料纸的，然后我就这个样子，就是把它撕开了之后，然后把那个盒子打开了之后，我把这个面霜，老铁，我一打开里面空这么大一打开里面空这么大一打开里面空这么大一次，我说我是碰到这种劣质品了，我还是碰到这种就是说品控的问题了，我说怎么给我少这么多，中间那么大一个洞啊，老铁，好像就是说一个陨石砸了一个坑，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洞，我当时老铁我就去给我老公说，
我当时我去给我老公说，我说老公，我这个面霜你之前是不是用过呀？我说怎么可能？我忘记我就是我自己撕开了那个塑料纸，你知道吧？外面不是有个塑料薄膜吗？我已经忘记了，老铁，我就说老公，这个面霜你之前就是我们是不是就是去长春之前你就把它拿出来用过？嗯，他说没有啊，他说我没有用啊，没有用啊，怎么可能是我用的？我说那为什么里面少这么大一个洞啊，少这么多？他说啊，不会吧？还有这种事情？他你给我看一下。我说你看，哎呦，少这么多。我也不知道那是为什么。我说我们是不是被骗了？我说但是我刚刚我没有录视频啊，嗯嗯，就是我没有证据啊，嗯，就是如果我跟那个人理论的话，他会说肯定是你用了，对对不对？你肯定是你就是挖一头，然后你用了之后你跟我说少这么多，对，是不是我没有证据？我说不行，我说这个气我不能受，我说我很生气，再拆一个，我还有一瓶。还是你拆，你给我录视频，我现在从头开始拆。我还有一个小瓶的，老铁，我说这里还有一瓶，还有一个小瓶的，嗯，我说你现在把手机给我打开，我们在这里录视频，好吧？他一边录，我一边拆，看好啊，360度旋转一下，看一个那个塑料薄膜是没有这个拆开的痕迹的，嗯，啊，全新，未拆封，100%新，嗯。然后我把这个打开，慢慢的撕完薄膜之后，我又把那个盒子又展示一遍，把盒子360度展示一遍，嗯，证明这个盒子我也没拆过，对 ，OK， 证明完之后打开，你是不够吃啊？哎，我打错了，啊，你打字打错了，是的，我比较急，他不让我打那么多字那个微博，然后我这样展示完之后，我就把它从里面拿出来，嗯。我这样子把它拧开，嗯，我展示，嗯，我拿开，我展示，我说，一打开，老铁，这么大一个洞，又是一样的，嗯，又是那么一大一个洞，吴老师，我说看吧，我逮到了吧，这下被我逮到了吧，拍到没？拍到没有？拍到没有？不是所有的人都不录视频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没有证据的，我说你给我拍，我说我现在把灯打开，这样它的里面就会更亮，就会更有一个那个洞，你知道吧？打开一看，好 ，OK， 我说当时已经很晚，你知道吧？我说那行，我说我明天我找那个客服去理论，我说至少得让赔我个大的。但是老铁，我跟他说，他拆完第二个，我其实就已经反应过来了，我觉得他可能都是这样的。是，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会不会都是这样呢？我说不可能，我说这个少太多了。他少一点我能理解，他可能是就是有一些挥发掉了，但是少这么多应该不可能。我就去百度，我说面霜打开之后少了是正常的吗？他们说少是正常的，盖子上会沾一点，里面也会少一点。他说因为这个运送的原因，因为路上颠簸，他不可能会装得很满。它肯定会留一些空，它这样路上颠颠颠，它就容易中间有个洞。我就跟他说，他说真的假的？我不信，明天找人问问。我不信，我当时我不信，我说它少太多了，它少一点我都可以接受。但是我觉得品控有问题，我觉得它就是品控有问题。我说这种品牌是不是？太哦，我说至少要赔我一个大的。老铁，到了第二天，我们出去吃饭，嗯，我们出去吃饭，我问我朋友。我说哎，你们因为当时我们都是一起买，你知道吧？一起双十一买的。你们这个那个面霜是不是有没有一个大洞啊？我跟你说，那事情，我这个好少好多，我还肯定是给我发错了。他们两个女生这样，很正常啊，我们也这样，所有的面霜都这样。我说放屁，我说怎么会这样子呢？我说不可能。就是这样，我说少太多了吧，面霜都是这样的，哎，一看你们就没买过，这是欺骗消费者，面霜都是这样，它克数不会少的，它最多就是8克的盒，就是5克的面霜给你用一个8克的盒子装嘛，都是一样的，但是不信，赔我一个大。老铁，我老有这种就是疑惑，就是大家都这么想，当然如果他就是把里面那面霜挖出来正好那么多，嗯，那也差不多啊，那可能就是盒子太大了。
但是真的，我就是真的很不理解，有时候这种东西真的是受不了，真的是受不了。还有那种就是什么那种那种勺子，有那种就是有那种用的那种东西，它有一个小勺子。海蓝之谜的精华，不会做就不要做，好不好？那是什么东西你做的？就你别说了，里面有个硅胶的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用过，那是我们之前接过的一个广子。他给我们送过来，我们好用是好用，好用好，对，好用是好用了。咱们不说它产品怎么样，咱就说它这个设计，它那个玩意儿就是拧开之后里边有个硅胶的小片儿，它就是摇也摇不起来，那皮那杯壁上那点东西咋都摇不起来，那最下边的那些就是浪费呀，都还是个玻璃瓶子，也没法说是给它剪开或者是拿什么玩意儿掏。我刚才不想说品牌的，你还是说出来了。就是好用是好用的，就是这个设计实在是太烂了。某迷，某迷，真是这个设计实在是太烂了，就是它挖不出来，老铁，挖不出来，就对，捞不到底，捞不到，手也伸不进去。嗯，就是小拇指、哦、连小拇指都塞不进去，塞不进去。对啊，哪怕说是你稍微做大一点点，你说你手能进去，就是挖一点出来。对，抠不出来。对，就每次还要把它就是这个样子，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子倒不出来，都粘在那个瓶底下粘着。玻璃还老厚。是的，真是不知道在那个什么。然后我有一次问我们朋友，你知道吧？我有一次问我们朋友，我说他为什么要这个样子设计啊？对啊，他为什么要这个样子？然后我朋友跟我说，他说有钱人都是用到底，他就不用了。那我们这他就可以买新的。那我们这些就是我像我们这种就是没有那么有钱的人怎么办呢？我们不买啊。哦，就是不配用。我他就是他这个某民他就是说你要是这点都接受不了，你不要来买。好吧，可能买得起这个的人家根本不在意下面咬不起来的那些吧。是的。只有我们很在意，对不起，我非常在意。有没有人卖那种延长的呀？就是你可以在那上面你就加一点，然后你就可以就搞到别的地方了。它那有点短，对吧？其实是东西是好的，东西是好的，是就是哎，东西好，真的好用，稍做一些改进就好了。真的好用，真的好用，很清爽。很不错，很不错，很有很就是很喜欢，很喜欢这个牌子东西都很不错。你看我们用唇膏都是，是是，哎，很喜欢，喜欢，嗯。很喜欢啊，嗯，用挖耳勺也行，其实。你这挖你，盒子里有长勺子，我怎么没有啊？这个都不给我。可能因为是送的吧，可能因为我不是消费者。没什么，嗨，哇，好用。说到哪儿了？说完这个面霜了。嗯，说完这个面霜了，说完了。然后老铁，我跟大家说，我周日和周一吗？还是周一周二？周日和周一周二，我连答辩，我连着早起了两天。他们要那个叫什么？开题报告。开题报告的答辩，开题报，开题报告的答辩。然后我们开题报告答辩，就是好多人给我们就是。建议是什么？就是所有的答辩只答不变，疯狂道歉。就是，就连我给我辅导论文的那个老师都说，一会儿如果老师提出什么意见，千万不要对话，你就说好的，老师，我知道了，谢谢，我会仔细修改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去跟老师辩论。我们说好的，知道了。他早起两天。早起两天，我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就是周一的时候不是要出去拍东西嘛，对，我想说我也早起，嗯，所以周日的时候我们直播完之后，我们马上就睡了，你知道吧？我们直播完之后，我们就是洗漱完之后，我说明天我们都要早起，嗯，明天你8点钟就要起了答辩，对，而我作为一个非常勤劳的小蜜蜂，那我明天我也要早点起来，对，这样我们就可以早点出门了，对，你答辩完我们就可以就是吃个饭就走，还可以吃个午饭。结果你别说
结果吴老师一觉睡到了下午3点。我其实我不是没叫他，他起来之后他说啊，我怎么睡到这个时候，你怎么不叫我？我说哥，我10点半的时候叫你一次，你说搞完了，我说快了，我说快搞完了，那你搞完再说吧，我再睡一会儿。老铁，我这个我本来我想着我第一天我睡得很早，你知道吧？你想我们12点多就下播了，我们快到1点的时候就睡了。睡了之后，我们朋友还说你们两个怎么睡这么早？他说你们两个睡这么早的吗？我说那个这是太阳打起一个升起。对，谢谢玲玲。我说我老公明天要打，早上早起答辩。我说我也要这么早起来。我说我是一个勤劳的小蜜蜂，老铁。第二天早上9点半10点的时候，他叫我一次。我还专门叫他，我说宝宝起来，咱要不吃点早饭啥的呢？我说我都快完事，我说吃点早饭。他说我不吃，我再睡一会儿吧。他说他早上喊我，我说嗯嗯，他说宝宝起来吃个早饭呗。我说现在几点了？他说10点多钟，不想吃，就是你不想吃，对，我要睡觉，我说不吃，我再睡一小会儿。他说好，那我自己吃了。好，过来到周五的时候，你是那个吃螺蛳粉吗？第二天吃多，我把第一天的事情先讲完吧。嗯，然后我第一天答辩是模拟，就是我们是论文指导老师他单独开一个会议，就是模拟，然后他教你怎么说，嗯，就是这种的一个会议。是，然后呢，我就是那天也没有怎么收拾，我起来我戴了个帽子我就开视频了，然后老师说你们每个人的 PPT 做的都不合格，给你们一份就是别人做好的，你们学一下。做的老精美了，我们每个人做的是什么黑白底黑字，完了做5-6页够了。嗯，他不行，他那个有将近20页，又彩色又图片又这又那的。嗯，他说都给我按照这个东西改，然后呢你们明天每个人就给我收拾的立整一点，就是穿着就是正式一点，开视频跟老师们答辩，不然的话人不给你过怎么办呢？我们说哎好，是，他说好了，现在去改那个 PPT 吧。老铁，我人生中第一次改 PPT， 我改了一上午。我就从那个会议结束，差不多我叫你那会儿就已经结束了，然后我开始改那个 PPT， 改到最后，就是改到有1点多，嗯，然后我改完之后，老师说非常好，非常棒，我就是这个意思。我说，看了很有改 PPT 的天赋。然后这就是前言。第二天就是早上，我还专门洗个头。我就怕就是老实人不满意，我专门洗个头，我穿上那种穿着很正式的，也不是很正式，就穿了一个稍微规整，哎，规整一点的衣服。嗯，结果老师说，结果那个会议里面其他老师说，啊，可以了，咱们抓紧时间吧，嗯，不用开视频了，直接把你们 PPT 放出来读就可以了，嗯，不要开视频了。我那天改了20页 PPT， 你知道吗？我改了20页的 PPT。嗯。老师到后边后来说什么，他说好了，你们 PPT 其他部分都不用展示了，你们只把那个大纲那一页啊简单的读一下就可以了。大纲那一页啊，一共八九行字儿，每就是小短短的那种字儿，他就看那一页。完了呢，看完之后他说好了，读完了，有什么意见吗各位老师？啊，老师说啊，这个怎么样改一下，这个怎么样改一下。我说哎好，但是老师只说你就是人家提出意见你改就行了，他没有说别人会问我问题呀。有个老师他就问我问题，他说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刚问完，我的手机哭哭弹消息，我们的班主任就是我表演老师和那个论文指导老师疯狂给我发微信，他说我教你怎么说，就是你这么跟老师说，两个人给我发的不一样的。我说那我听谁的呢？我听他的不听他的那个人是不是说我？我听他的不听他的那个人是不是说我？我说那我怎么办？你拉个群。我算了，我说谁发的早我听谁的，我直接点开我就按他的说，叭叭叭叭，我说完了。老师说，啊，可以了，了解了，其他都没什么问题，就这一部分我就改一下。我说好嘞，辛苦老师，感谢大家，感谢各位老师，我就下去了。下去之后，那老师他说，没理解我的意思呀，哎，我想让你说点，就是说多一点，说其他的东西。我说哎好，然后另外一个老师说没关系，嗯。改就行了，嗯，不要跟他对话。
我说那、好吧，我说好吧，我再改吧。啊，对，我跟他们拉个群呗。对啊，拉个群呗，让他们就是在里面就是激烈的争吵。老铁，然后我第一天你知道吧，我第一天下午的时候，他中午吃完吃午饭的时候，他又喊了我一遍，他说宝宝起床了，宝宝宝宝宝宝散了走了，不理我。然后我后来我自己醒了，我一看中午是、怎么两点，我说哎，我说哎怎么这么晚了，像猪一样睡这么久，我主要怎么自言自语，睡了十几个小时吧。我说，像猪睡这么久，哎呀，几点了？看看，哎呀，我说，啪啪啪，我就这样爬起来，你知道吧？我迅速爬起来，我客厅一看，他躺在这个沙发上躺着，我老公躺在沙发上躺着，我这样，我说你怎么不喊我？他说喊两遍，你也不听啊，你也没起啊，我舍不得再喊你了。我说好吧，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那一天去了之后他要落山了。不是，是主要是第一次去那个地方去错了、我们又驱车半个小时、去了另一个门，对，那半个小时就是那个太阳的最佳时期，是因为我们去那个门去错了嘛，这属于一个天时地利不人和。但是我们上去那地方它没有椰子啊，我们还是要往下爬，还要爬半个小时。哪里有椰子？就上面没有椰子啊，不是要去下面那个什么亭子那里吗？什么椰子？椰子，三亚的椰子。嗯，椰树椰汁，我从小我从小喝到大。然后呢，就不怪我呗，就是主要是我那个我们去错门了，攻略没有做好，对，然后又开了半个小时去另一个门，是主要是这个原因。然后呢第二天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他早上起来就是上课，到了中午他过来喊我起床，你知道吧，到了中午他就是答辩完了。我没有喊你起床。那你是什么？我吃完饭进去继续睡觉。哦对。他是这样，他早上起得太早了，他然后他就是吃完中午吃完饭之后他想进来补觉。嗯，他进来补觉我正好醒了，是吧？对，他进来补觉的时候我正好醒了，他说宝宝醒啦，我说然后他就咔咔咔就跑到床上，然后就抱着我，他说宝宝醒了，宝宝想你了，老铁，他的弟弟，宝宝想你了。我一闻，我是什么东西，我世界坍塌了，我说你这个人真的就是很没有礼貌。真的很没有礼貌，真的很没有礼貌。我一闻螺蛳粉，老铁，螺蛳粉，我一闻他进那个房间，我还当时我在想，我说我闻到这些东西是不是因为就是说我刚起床，可能是一些这个可能是闻错了，有一种幻闻，别幻听，我幻闻有一种幻闻。我在外面吃完之后，我把那个袋子，我迅速的吃完，迅速把所有的那种垃圾都打包带走，还把那个桌子擦了，然后还喷了香水，就是那个某品牌，他就是破天荒的送了我一瓶香水，我直接我拆开我就哭，我就一顿喷，反正是送的嘛，无所谓，我就哭喷完之后，给自己身上喷一小点，我说完好了，没味儿了，可以进去睡觉。结果我想的是他可能没醒，我在旁边我就继续睡觉吧。结果我一进去躺旁边他就醒了，这就是酿成了不就是这个后果。我说什么意思？我说你吃什么了？他说，我说吃什么了？他说。螺蛳粉。我说什么？我是尼西啊，这胆子蛮大啊。小的胆子蛮大啊。他说，我说你刷牙没？没有。
老铁浑身上下透着一股螺蛳粉的味道，很好吃，老铁好香。我立马起床了，我点了加一份花生米，加了一份那个腐竹炸腐，哎，炸腐竹，然后点了一个煎蛋，点了一只鸡爪，就是辣度点错了，点了个微辣，应该点中辣的。我立马起床了，老铁，我跟他没有做什么废话，我立马起床了，真的很好吃啊。我立马起床了。而且那天你知道吧，我们本来是想干什么，我们本来是想就是说开我们驱车，嗯，我们驱车去长沙附近，就是那种想去度个假，好好休息一下的。对，因为有两天嘛，我们想说驱车去一个那个比如说就是那种温泉酒店，就是那种可以泡一下那个小温泉的那种地方去玩一下玩一下。那天想说下午出发，我说行，他说，我说你现在就是在要补一下觉对不对，他说行，当时是中午你知道吧，当时是中午。然后呢他，我说那你补一下觉吧，我看一下我们等一下去哪儿，我看一下我们等一下去哪儿，我那里看看。这一觉啊，我还出去了，对，我出去客厅了之后，我看到那个桌子上干干净净。因为平常你知道吧，平常吃完那个外卖或者什么东西就堆在桌子上啊，下一次有外卖了再把桌子上先收了然后再吃外卖。但是这次不一样，他吃了螺蛳粉，但是外面的桌子干干净净。我说这点做的还是可以，做的还是很不错，嗯，这个品控问题把握的很好，嗯嗯，幸亏你把它收了，嗯啊，不然你就在客厅睡觉。然后我就在外面，你知道吧，我在外面我在看，我想说嗯，去哪儿呢，等一下去哪儿呢，我们来一场甜蜜的约会吧，咕咕咔咔，好远，真的好远，哎，找到一个大概五六十公里，他开车也就一个小时，五六十公里很远，开车一个小时，那也很远，开车一个小时找到一个，但是没有哥哥，那你这是你不要说，让我好好心疼你就可以了。然后我你看，我看了下午，一边看这个一边跟那个内地黄聊天，就是说他那个药的事情，他不是要给我们送药吗？嗯，他要我们去他家拿药，我就看下午。到了大概三点多钟的时候，老铁，当时他已经睡了大概有两个小时了，嗯，是吧？嗯，两个小时睡了两个小时在里面，啊，我悄悄地推开门，真的很慢，我真的很温柔。真的没一点声音都没有，悄悄的推开门。我进去，我说宝贝起床了，宝贝。其实你大概喊第二声第三声左右我就听到了，但我假装我听不到，因为这样你就可以走开。没想到没有，一直在叫，还要把我叫起来。我说好吧，我说好吧。他说起床吧起床吧，我说嗯，他就出去了，他出去了那我就睡觉、啊、我当时想的是什么，我说既然我已经叫了、嗯、你肯定还需要一个缓冲期，对，既然你已经醒了需要一个缓冲期才能再起床，缓冲了两个小时，我非常的温柔，我说宝贝起床了起床了啊，我们出门了宝贝，他说嗯啊嗯我行，我说我给他一个缓冲期，我说我走，我立马出门。我出门的时候我还没有带上那个门，你知道吧，会有一点点光亮，会有一点点光明，人嘛，光亮会影响到我、嗯、你不知道，你每天就是感觉不到光亮，都是我在替你负重前行，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是朝窗户这边睡的，我朝窗户这边睡，它那个窗帘它是一个这种拐弯270度的，大家知道吧，它是一个这样拐弯的，它拐过来之后它这有一条缝，就是它窗帘和墙中间、哎、有个娃娃堵在那里了，没有，不是，它就是这个窗帘和这个墙它没有办法就是一比一贴合、嗯、因为它的窗帘的那个轨道在这里，就是在墙旁边，所以每天呢这会有一束光就从这个缝这块就透到我的脸上，而且正正好好在我的脸上，但是我无所谓，我这个人就是无所谓，我就是可以把被子全蒙在头上睡觉，我没有啊，
我看到你是什么，就是那个光，就是照你脸上，你正正对着灯光睡觉，是吗？就是，而且我以为我挡了，没有挡，就是你那个脸正对着那个光，在光里，对，在光里睡觉，老铁，真的就是我很佩服，说实话，你眼皮子真的就是挡得住光，我的眼皮子挡不住光，那有点光其实无所谓，是吗？我不行，我以前睡午觉，我还会在太阳下睡觉。那是太困了，那肯定是不是，就小时候有的时候睡午觉喜欢就一边晒太阳一边睡。对对对，我也会这个样子，我这么黑现在每天就是看哪里有阳光就往那里躺躺在那里，就是我小时候在那个你是向日葵，我小时候在那个村里，大家知道吧，我住在那个农村，我们在那边睡的是什么炕，你听说过炕吗？就是小品里面那种土炕，那种炕，然后上面有那种一面那种小玻璃，完了那太阳就会从这里就晒晒到哪里呢，朝哪里躺着，像个很舒服，很舒服。每天跟太阳，哎呀，没有睡着就不会动。可是为什么你睡着了也向着光？向着光的方向，把你遗忘。然后老铁，我这个我喊他就是起床之后我给他一点时间，嗯嗯，我想说我出去我再玩一会儿，嗯，我玩一会儿我给他一点时间，我就这个他就起床了。对，又过了两个小时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过两个小时想哎呦是不是过了两个小时老铁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又开始就是我想说当时已经快五点钟了，四点多快五点钟了，天都已经黑了，天都已经黑了，我就说这不行，这得把他叫起来，等一下胡大哥回来我们就拿不了药了，嗯，非常风险非常大，非常紧急的一个情况，对，非常紧急的一个情况，等一下胡大哥要是回家了我们就没有办法找黄女士拿药了，嗯，黄女士很危险，胡大哥更危险，我们俩是特工，我们两个要去在固定的时间的把药拿走，我说不行，然后黄女士还在催我，她说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我要洗澡了，我说你洗澡要洗很久，要起码45分钟吧，我说我说行，我说行，可以可以，知道了，我说我现在就把他喊起来，我3点钟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弟弟在那个补觉，他早上起得太早了，5点钟他跟我说弟弟起来没，我说没起来我说他赶紧补觉，他说你怎么还不把他喊起来，我说我现在就把他喊起来，到了将近五点钟的时候我又去那个房间门口，我又把那门本来就是开的，我又进去，宝贝宝贝宝贝这我说起床了，我说我们要去黄女士家拿药了，不然胡大哥回来了拿不了了，是吧，嗯，这几点钟了，我说又过去了两个小时，他说好吧，过了20秒钟，他离不开我，他不可能自己去拿，离不开我，主要是我拿完就要出门了，对对，然后那个他就是我们俩干什么都要两个人一起，是的，这很难理解吗？对呀、啊、是不是，是情侣就是要干什么都要一起，除了拿外卖的时候拉车，那除了拉车和拿外卖的时候，买外卖就在门口，拿外卖还有两个人一起，有一段时间的外卖就在楼下，什么时候啊，就是住那个公寓的时候欧亚达没关系，早搬走了，已经搬走了，已经吓我一跳，住那里了啊，这是以前的那个，以前很久之前我们那个只能放在楼下，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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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有的时候呢两个人就会争论到底谁去拿，一人拿一次嘛，对，一开始是这样了，后来就是两个人一起去，是的，再后来就是有的时候吴老师就是在床上撒泼打滚，然后不行都，我说那外卖到了，你一会儿再去拿吧，我说你不饿吗，饿，我说你还不赶紧去拿，一会儿再拿吧，我说那我去拿，不太好吧要不我陪你然后就在那里
我是三楼去拿的。现在都是一起去拿的，之前也经常一起去拿了，偶尔会有一个人下去拿的时候。刚开始才会一起，就是一个人。对，之前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之前就是我每天没什么事做，每天就是除了拍摄，就是晚上出去散散步什么的。然后我们正好去拿外卖的时候，就是会去散一下步，是吧？然后那个我昨天就喊他起来嘛，喊他起来，他把那个窗帘，他把那个就是他就是那个就是。大概过了20秒钟，他把那个窗帘打开，他说呀，天黑怎么黑了？我说你说呢？我说5点钟了，我说天不黑吗？天都黑了，你都没醒过，都醒过。他说好吧，起床，而且起床进行一个起床。起床之后，我们两个就是说，就是驱车，我们驱车来到了这个黄女士家里啊。我给她发消息，我说这胡大哥回没回来？他看得出来我很担心，他说没有。我们还去他家，在那个电梯里遇到了很晦气的事情。是蛮晦气的，还是别说了，不想让大家沾染这个晦气。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我们就是经历了怎样一个东西，就是一打开那个电梯门，里面全是烟，吓我一跳。刚才跟他说要不逃跑，会电梯爆炸。对，一打开那个门，那个烟哇就往外飘。是的。我看得出来你很惊恐，就是我们在那个负一楼的时候，刚打开电梯，然后我看到他的表情，他的表情躲不及，就是有人在里面看着很晦气的事情，哦，然后我们就是去拿完了，在里面烧东西，挺晦气的。也有可能是在熏什么东西吧，但是不像，搞得我们一天都是那个味儿，对。不知道什么那个，就是反正挺晦气的。你说我俩也是懒，都这样了，还非要坐那个电梯？没有别的电梯了，他们这里只有一个电梯。爬楼梯啊！你还记得我们上次爬楼梯吗？就是有一次，正好他们家，我们去他们家，正好他们家那个电梯维修，正好那个电梯维修，然后我们爬上去维修就好了。不是艾叶，问题就是不是艾叶，如果是艾叶还没有什么，是吧？对，就是消毒什么的吧。问题就是不是艾叶。算了，我们就是也拍了腿了，也拍了腿了。呸了半天。也呸了，是有点过分。我跟黄律师说，黄律师吓死了。然后我们就走了。走了之后，昨天还去健了个身，是吧？昨天还去健了个身，还玩了个密室，玩了个什么？有怪物的。哦，因为我们好不容易凑到人，然后很久就想玩，他们家好像有活动吧？买二减一，买三减一。活动，然后我们有两个月没有，哎，差不多，差不多两个月没有玩了，一个多月，一直都没玩，受不了了，就去玩一下吧，忙里偷闲，玩完就是又去健身，健完身晚上就吃海底捞，我真不知道两个人每天过的什么日子。然后我们玩的那个里面，它就是有一个怪物，你们看过奥特曼吗？就奥特曼里面那种怪物。但是我最后摸到他的手了。最后我们就是出去的时候，就是在门口他有那个演员谢幕的环节，他是那种剧场，就是类似于剧场那种，就是毕竟我没演成戏嘛，就去看看别人演戏，对不对？是，反正就是有那种剧场在那里啊，然后我就伸手，他就这样摸我，我一摸，洗碗的那种橡胶手套，就那种感觉，就是一个大怪物，你知道吧？就像那种。异形，对，还有尾巴，然后还有那种触角在后边。对，它比那种，我觉得比那种就是只戴个头套的好玩多了。哎、对，它还会上天下地，就到处爬，对，很逼真。它会从天上跳下来。但是它穿的是运动鞋，你看到了吗？没有，我看到它的运动鞋了，是黑色的运动鞋。别看，它从那个箱子上跳下来的时候穿的是运动鞋，我当时就不怕了。你说，哎，给你鞋带解了。是，当然是真人了，他就穿的那种衣服，穿那种硅胶衣服，没去，去说了5点钟6点钟去不了了，没有，还去温泉，我开过去已经7、8点钟，
然后去那里泡两个小时，第二天去车赶紧走。对，第二天去车回来，就是因为睡太久了，哎，没有过好两个人的甜蜜约会。当时前一天晚上还在想，晚上没睡也算约会了啊。当时我们前一天晚上在那床上还在想说，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去泡泡温泉，甜蜜一下。对，一觉睡过去了，真好，也挺甜蜜的，嗯。太困了，上班吧。哦，有人问我那个灯到了没？灯到了，但我懒得去拿，因为我有点就是有点感小感冒，我感觉这两天没有去拿快递，我们对懒得拿了，过两天再拿吧。大家可以送送免费爆竹片，大家可以送送免费爆竹片。I feel 打算好你说这个爸爸不休今天叫鸡宝宝 I feel 打算好你说这个爸爸不休又给我卡地铁冷了都是你不再想我今天叫鸡宝宝冷了都是你不再想我今天叫鸡宝宝搞得很尴尬哎刚开吧是吧还不好啊不是哥们儿耶、yeah! 刚播他妈的一二十两十秒我们也是 shut up 不必多说不必多说哥们都懂行刚开播嘛那我跟你俩一组哈你们拉吧行吧晚上好兄弟晚上好One, two, three. 你这边还有个灯？等一下。你这是又在哪儿了？去哪儿了？在杭州呢。干什么？搞事业去了。拍广告啊。人家拍广告都是去另一个城市拍，嗯，能有朋友没啊？没朋友回去走了哈。你拉一个，我看。没朋友。没朋友。不是他这个，为什么我没有那个妙笔生花那个心愿单啊？那是干嘛的？就是一个很帅的礼物。Hello, 你姐。Hello, hi. 晚上好，你姐。晚上好。晚上好。坐一会儿。老少知道玫瑰礼物。坐一会儿。没有了，我再拉一个是吧？我找一个。拉一个吧。我。好，我这儿没有，你们拉吧。嗯，戴个耳机。休息一下。好 Hello, 怎么二位二是吧我跟前进归一组是吧行好。啊好打不过呀。那我们黑白配吧黑白配或者一二三四。好吧很绅士。要不一二三四好吗行一二三四吧。好好嘞。好 ,OK,OK。好嗯开始吧行。好待会儿见。好姐妹们输了跳怎么样好的明白了。再见又是每天面临的问题什么少很绅士啊很绅士啊王总very good 我没有什我们没去没急事儿呢喝点水你也这是我考过的考水
没接上呢，没去，没去。他只是问了一下我们了。这个是温热的，是温热的，我老公搞的哇。谢谢 Miss 慧，因为我们不是买了那个小烤炉吗？就是在那里烤着。你们有温热的水喝吗？去烧一点吧。哎呀，你太选的好。谢谢罗瑞拉酱，我看到了。哦、谢谢罗瑞拉酱。谢谢罗瑞拉酱，谢谢罗瑞拉酱。谢谢 LZ。是。谢谢 LZ。谢谢 LG 老师。嗯、谢谢坑坑，谢谢后退老师，谢谢后退老师。Thank you。是。谢谢 LG。谢谢 LG 老师。嗯、谢谢坑坑，谢谢后退老师，谢谢后退老师。Thank you。谢谢坑坑，谢谢后退老师，谢谢后退老师。Thank you。电动车广告真没拍，真的没有拍，真没拍。谢谢谢谢鸭货铺，谢谢鸭货铺的旋转木马。不喝热水了，我们家那个没热水，没有杯子，没有杯子可以倒热水了。没有我的小虎杯呢？不知道，不知道放哪儿了。谢谢大爽，谢谢大爽的珍珠。谢谢。谢谢 Lori 奶江，谢谢 Lori 奶江，谢谢玩玩，谢谢大家保住票，谢谢大家保住票。然后我老铁，我跟他说，今天快吓死。哎，谢谢蒸点气儿呀！啊，谢谢 KK， 谢谢 KK 的飞机，你今天肿巴啦？尾巴呢？我今天老铁，我跟大家说，我今天下棋了。谢谢赵赵，因为我不是有点感冒嘛，感觉就有一点点感冒，有点小小的头晕。再一个呢，就是你们知道，最近总是刷那个抖，总能刷到一些那种。就那种，哎呀，我今天生病了。第一天的状态，第二天的状态，怎么样的？是，哎，哎呀，借气刀，又没看到。谢谢苦拉德，谢谢大家。然后呢，我一知道他就是会有那种什么症状，哎呀，浑身疼啊，会发烧或这那的，我就很害怕，因为我也有点疼，因为昨天去健身了，知道吗？嗯，我就肌肉很酸痛，我就是完全忘记这回事了。谢谢 Lori 娜江，我就感觉身上痛痛的，头晕晕的，我说完蛋了，我说不会吧，我说我赶紧那个下单一个体温计，下单那种的枪的那种体温计，我觉得很专业的看起来，嗯，因为它比那种要贵很多，我说那我买一个试试，结果我一量，我说怎么找不好。我赶紧在那个屏，就是跟我们朋友聊天，他说他那个测的不是很准，你试试手腕，我手腕一测，我说是正常的，我说他说那个水银的可能会那个准一点，我就又赶紧下单一个那个水银的过来回来那个，然后我上播前用这个搞完就很正常，所以他不用担心，我只是有点小小的感冒，我体温是正常的，只是有点自己吓自己了，也没有吓自己了，因为确实有点不舒服，是是，所以就是这个担心是必要的，对，是不是？对，谢谢大飞踹踹老师，谢谢气飘飘呀，因为我想的就是过圣诞节那两天千万不能生病。因为我圣诞节不要好好的快乐一些。干什么？是是是，我跟你一起快乐。跨年也不行，跨年我们也就是得快乐。是。怕的要死。这两天就是好好保护一下吧。呵呵，不要回血吧。我们好好的这个。秋儿。谢谢秋儿。嗯，好好的保护一下自己吧。嗯。圣诞节有安排？什么安排？没有啊，就是圣诞节肯定要就是玩去啊。谢谢齐丹老师。谢谢。谢谢双子。谢谢大家，Thank you。谢谢大家。哎，点不开。
谢谢 KK， 谢谢雷拉加，谢谢后退，谢谢牙灰铺，谢谢 LZ， 谢谢给你一飞锤子，谢谢 Tour， 谢谢整点气儿啊，谢谢刀，谢谢 Cool Louder， Thank you，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哇，再差一点点，哇，再差一点点，再差一点点。Hello， 过了八点。那我就把你姐吧，你姐就跳个舞就行了。好。嗯。行吧。好。行吧。可以。嗯，随便跳什么都可以吗？嗯，对对对。嗯。行，哥，你那边能给他放大吗？他，我试一下。不行，电脑一放。小鸡毛苏妹妹，哎呀，你这我们只能这样看了，兄弟们。又变不飞了，苏妹妹。我们就跳一个。Time's running up. Take a talk and settle mine. Only a threat of life. Do you believe in karma? Let's live it up like samsara. Someone might tell you life is deadly, but with us it's just one of many. Come on, let us.老师就、哦、好的好的好的啊，好的。同学们，祝福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只有两个小时打榜时间，兄弟们。来一个，边俊老师会跳 Twice 的舞吗 ？Twice， TT 是不是啊？对对对 ，TT， 哦不会，那你再换一个组合，你再换一个组合，还有没有别的？Sister， 那我给你跳个 Shake It 好不好？可以。嗯，好的。Shake It。哦、oh, ，shake， 等一下啊 ，shake， 等一下，我找一下歌。哭哭哭
谢谢，谢谢，谢谢，好。太棒了，太棒了，辛苦了，两位大美女。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你姐辛苦了，没有，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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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走啦。好，拜拜，拜拜，拜拜，再见，拜拜，好，拜拜，拜拜，好。老可爱了，我调一下那个声卡。Hot， 我的脚冰来 ，hot， hot， hot， but it's so good， 你看这 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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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will， 把他骨头痛，痛的都哭了。我 will， 把他骨头痛，痛的都哭了。我 will， 把他骨头痛，痛的都哭了。嗯，你看我这个造型好不好？这个是什么？庞山呀，狐狸精。再猜一下。哦、如果不、哦，如果不，哦，这回就好了。啊，现在有了，有事。我们一起，我们找人一起拿还是啥？可以啊，可以，我们找个人吧。找了四个人，嗯，我还有谁在啊？反正我这。好久不见，星星。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哇哦，星星今天好漂亮啊！哎，我们徐总都小阳人了，还在直播。哎。那没有办法，直播就直播，也有啥的？我觉得很快乐呀，就是有一点点痛而已，其实没有啥的啊，不要怕，宅们。Hello，Hello，Hello，Hello。这个倩倩是跳舞的，倩同学。嗨，静静。杰林，我刷到过他，我刷到过他。哦，他跳舞可厉害，不，静静。嗯，带劲。那我们就来一个，谁和谁一组？我们分个组。女生和女生一组吧。他们家的厉害的很哦，老姐。你怎么？你什么意思啊？你这大腿，你看我们女生不啊？对，我们也要认清事实。那咱们就是一二奖励三四吧。行吧。那我们一二奖励三四，还是我和杰林一组？哼，啥意思啊？你就他们，那我和金鸡龟一组吧。那就一二奖励三四，别跟他说那么多了。好嘞，好嘞，好嘞，好。好，一二奖励三四，我们闭麦，开整，家人们。哎，好好。来，欢迎大家。不是，他们是都是电脑，就都是电脑，就没有加成。哦，全是电脑啊，只有我们是手机。对啊，只有我们是手机。我这个我记一下，这是怎么搞的了？你这个鼠标有问题啊，是吧？嗯，鼠标有问题。应该是电脑卡了，重启一下。不行，点不了，点不了。谢谢贝贝，谢谢贝贝的飞机，谢谢贝贝，谢谢。这个呢？哎，点不了。嗯，这个呢？稍等一下，我们哈，哎。谢谢大家 ，Thank you。又卡了电脑。我们网没卡吧？网也卡了吗？谢谢雪儿老师，谢谢雪儿老师，谢谢。网也卡了吗？哎，我们怎么看着不是很卡？对呀、啊，卡出去了。小卡是不是？好卡，塑料不能加热的，没有和没有是热水啊，里面不是没有热水，是那种一点点，不是很冰的那种温水，没有加热这个塑料。老铁，谢谢贝贝，谢谢贝贝，谢谢 little 妹子，谢谢 little 妹子，谢谢粉末老师，谢谢大家的小猪片。Thank you， 没卡吗？那怎么有人卡，有人不卡啊？怎么回事？对的，刚卡了一下是吧 ？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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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谢谢蝈蝈，谢谢蝈蝈，谢谢日子哥，谢谢大灰小灰，谢谢阳光出过来，谢谢大家的小猪片，谢谢大家的小猪片。红卡吗？怎么？没有，他们只是说有点小卡，有点小卡。但是我那天在这里，确实它这个 WiFi 有问题。是吗？就是它用一会儿就会自动断网，然后再好，然后再断，再好，再断。应该是线的问题。谢谢小燕老师，谢谢立冬燕老师。好吧，不卡就好了。是斗子的问题，他有可能就是在给我们那个。是的，谢谢大家。你像这个，就是我们之前他说的那个什么，这个什么比赛，就是给的东西我们都用不了，所以我们就想说就算了。嗯，对啊，就是他那个比赛，老铁，他那个比赛你搞不搞笑？就是什么200，什么进200，然后200进100，给的都是那种。人气卡，直播间的人气卡，老铁，这直播间人气卡我们用不了，我根本用不了。就是你发那个背包，你都不能给自己直播间用，那没手用，那是白整嘛。谢争点气呀，谢争点气呀的这飞机，小葵，还有他那个什么头像框，就两三天就没了。嗯，谢谢七丹老师，谢谢七丹老师。对。主要是我们用不了，就是不耽误大家时间了。对，我们就不搞这个了。对，谢谢大脸佳佳，谢谢大脸佳佳，谢谢大脸佳，谢谢 Let's Fly， 谢谢 Let's Fly， 谢谢后退老师，谢谢玩玩，谢谢玩玩，谢谢大家 ，Thank you。真很过分，谢谢深海库尼，谢谢深海库尼，上次就白整是不是？对啊，他要是给我们那种什么都没有，给我们那种抖加券还可以用用，对啊，抖加券还能用用，就是直播间的这个人气卡一点用都没有。是吧？是的，谢谢，谢谢啊！我知道 RQ， 谢谢闪闪，谢谢闪闪，谢谢菠萝，谢谢，谢谢嘉儿，谢谢何北北，谢谢大家。这个特效太那个了，你看每次一送特效它就卡。哦。但还好，就一下。嗯。但是要长时间，肯定还是网的问题。哒哒哒哒哒哒。谢谢大灰小灰，谢谢佳佳，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呀，辛苦了，谢谢妈了蝈蝈，谢谢谢谢蝈蝈，谢谢蝈蝈的大火箭，谢谢佳儿，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蝈蝈，谢谢蝈蝈，谢谢我们的贝贝，谢谢争点气呀，谢谢佳儿老师，谢谢闪闪老师，谢谢菠萝菠。菠萝菠萝，谢谢心思的，谢谢七丹老师，谢谢火北北，谢谢大林佳佳 ，Thank you， 谢谢还有各位送宝支票的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辛苦了。今日直播好早呀，还不是为了能够晋级？不好意思，晋级了没有吗？金同学第几名？第几名？第三呀，第三呀。谢谢我们北北，那就差不多了。他122名，还第三。哦，我以为你说是第这个。他122名，还第三。哦，我以为你说是第这个。哦，我以为你说是第这个。哦，我以为你说是第这个。那这样打比赛是吧？我奖励妙倩，我奖励妙倩。对，我们在打比赛。俏倩，你跳个舞。哎呀，你还叫我妙倩，天哪！徐老师，他就从来没记住。妙静，妙静啊，这个字不是念清吗？静静，我原来读对了，我每次就会念错，我不知道咋，我今天脑子不对啊。哦，妙静，不要静是吧？静，静静，妙静，静静，对不起。好的，好的，好的。是念清。很高兴认识你，妙静。我脑子今天有点不对。很高兴认识你，鸡头。嗯，今天脑子迷惑。嗯。第三天，浑身痛，脑子迷惑。啊，注意身体，注意身体，薛老师。那我跳一个 Number Nine 可以吗？没问题。哦，好的，好的，好的。有个 pick， 等一下，等一下，刚对他那个系统跳出来一个这个 pick。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number nine.啊、敲木鱼呢可能好哇谢谢小金的表情微妙啊、嗯、没什么刚才只是一时情难自禁罢了那小金你这个你演绎一下吧演绎一下这个谢谢送我的保时捷演绎一下这个紫霞好的演绎紫霞的话谁可以帮我配一下玄烨啊我当至尊宝啊我都虚了成这样了你还让我当至尊宝至尊宝你怎么了至尊宝我虚了你走吧可是你虚归虚你说好你要来娶我的你说你要叫我盘丝大仙今日在此你都不叫我盘丝大仙了你还让我滚你拿的这个棒棒是什么意思马桶揣子这是我的金箍棒我要把它送给意中人啊行行行你休息吧我自己来一段就好了、嗯、我们要体谅他他真的非常敬业啊小洋人了还是如此的为粉丝们好了不夸他了坐会儿吧神仙也好妖怪也好关注呢只有我和我的意中人能够点得上了就算他是妖怪我也会一生一世的跟着他如果不能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的话就算让我天天上小时榜一我也不会开心的了你们现在是我的人了从今天起叫我盘丝大仙上天既然安排你能进入我的直播间你一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脚踏抖音一号身披金甲圣衣来娶我 OK 来徐老师是不是卡了徐老师啊没有徐老师卡住了不是我听他读的我遭不住了我去看一下我的七彩祥云在不在哦哎呀妈哎你谢、啊、对不起谢谢我们管老师感谢我们管老师在抖音号谢谢谢谢 OK 谢谢谢谢杰林谢谢金同学谢谢谢谢静静谢谢小金谢谢那我们下次再玩啦好谢谢徐老师拜拜拜拜拜拜拜辛苦了辛苦了 OK 谢谢谢谢杰林谢谢金同学谢谢谢谢静静谢谢小金，谢谢。那我们下次再玩了。好，谢谢徐老师，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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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辛苦了辛苦了。如果是那种小卡，有可能是我们那种。谁呀、啊？就也有可能是我们那种，就是我们直播间可能在干什么呢？在跟家人们聊天呢。在，这是在哪儿啊？怎么开房了？嗯，开房了。
这是在哪儿啊？怎么开房了？嗯，开房了。这是信谣不传谣啊，有什么谣言都散出去啊。嗯，你去哪玩了？长白山啊。哎，长白山他现在去了，不用那个了是吧？对，然后挺暖和，这边现在长白山，你就是你到时候穿短袖或者啥的没事儿。你觉得你太假了，就是长白山可以穿短袖去，少骗人了，少骗人了。谢谢啊！我们可是在吉林上过学的人。嗯，来，我们这拉两个人，穿着毛衣说短袖话呢，是不是？行，来吧。不是什么好人。来吧。不是什么好人。我不冷啊，我感觉没多冷，我都不咋穿衣服。到底不是什么好人。来吧。不是什么好人。我不冷啊，我感觉没多冷，我都不咋穿衣服。到底不是什么好人。我不冷啊，我感觉没到底。Hello，Hello，帅哥，职业的帅哥，哎呀，Hello 啊，东东，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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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哥们，Hello，Hello，Hello，帅哥们，还叫什么帅哥都这么说，来叫声老公听听。哪来这么没听错吧，孙子？哎，这好帅！哎呀，这好帅！五兄弟，什么五兄弟？哪来这么音效啊？他说五兄弟。哎，这么不要拉倒，来打 PK 怎么算？给我尬住了，直播效果接不住，接不住拉倒。怎么说？怎么说？好文静啊，这个何兄好文静，跟我一对吧。谁跟你一对？ OK， 他让何秋试了，那行，那我跟杰尼哥一对。可以啊，可以啊，哎呀，他不，哎，不会吃醋吧？只是打 PK 而已啊。什么什么？哎呀，我跟不上，我跟不上，跟不上是跟不上陈兄的节奏。我天哪，他好会，他好会。哎，转过来你们仨一个是吧？这是我分的，可以了，可以了。我 OK， 可以。杰尼哥可以一个人打我们三个的。呀呀呀呀呀！你这个条件，我要是你，我就猖狂起来，猖狂了，该猖狂了。猖狂！等等，把音效都扔了啊！一会儿。什么条件？他什么条件呢？东东，他什么条件呢？他条件很好的，他直接秒榜的那种。我说你俩能不能上张票啊？你们俩，我们这边都没有压力呀、啊，真是的。我一般不上票的。哎，闭麦了，同学们。上票，上票，上票！真是的，我就说小何啊。闭麦。什么玩意儿呢，小何？这把。好多音效，我先闭麦了。上！哎呀，好文静啊，何秋实，何秋实是真是一个文静的小男孩。对啊。太文静了，大家都。嗯，太文静了。互联网就是文静的人啊。哈哈。老公，啊！干嘛把我手放在那里呀、啊？这个人好流氓！你是流氓，你是流氓，你是流氓。而且我跟你们讲，昨天那个我也很文静。谢谢甜瓜，谢谢甜瓜，谢甜瓜小金鱼。我们昨天、哎，我们昨天晚上为了就是省时间，昨天晚上是为什么要省时间来着？就老人的姐昨天为什么睡觉？要早点睡觉是吧？哎，昨晚上想早点睡觉还是怎么的，忘了。反正昨天晚上我们俩一起洗澡，不是省时间，是你就是想和我一起洗澡。你别在这误导大家，你昨天自己说的，你说一会儿回去我们一起洗澡吧，我想让你给我搓背，你是不是这么说的？你对天发誓，别抠了，来，你对天发誓，你是不是这么说的？我从来不说瞎话，老铁，我忘记了。他昨天就是自己在那个电梯里说，一会儿回去你给我搓背，我们一起洗澡，这种。
有些人呢，真的就力不出去的是，一直在说什么什么赶时间，哪有那么赶时间的？谢谢北北，谢谢北北。啊，正好说到这，我也回忆就刚才的问题了。哎，谢谢少兵赏芝麻，谢谢少兵赏芝麻。哎，刚才有个什么问题来着？什么问题？谢谢康康。啊，刚才有人问我们圣诞节到底是什么安排？我完了。谢谢点文老师珍珠，我跟你们讲。谢谢点文老师。我跟你们讲，我们一起洗澡的时候。真的很离谱，就是他是这个样子的，他的洗脸你知道吧，他洗脸的时候他洗脸洗完怎么洗，他把那个洗面奶打打打，然后这样子就是搓的自己都看不见，就闭着眼睛在那里搓。不是这样，大家洗脸不都这样吗？谢谢小小，谢谢大家小家，再回小回，谢谢点文老师，谢谢大家保支票。他是闭着眼睛在那里搓脸你知道吧，闭着眼睛在那里洗脸，但是我呢，我正在刷牙，是不是？我正在刷牙，我在刷刷刷刷刷，然后我是这个样子的，我要在那里接水，我接那个水，然后我就是这样喝水，然后漱口嘛，对不对？我接水然后漱口，但是他在旁边洗脸，他洗脸的时候他要就是接那个水然后洗脸你知道吧，是接那个水洗脸，然后他就把他的手就在我的上面，他就这样子接水，然后我就在底下接水，然后他在上面接水，然后他接半天水，我在底下接水，我接的水就是他一接我底下就没有水了，我底下没有水，他接到的都是我漏出去的我底下没有水之后，我那个已经接了水他就漏出去了，之后我就是又没有水了，我在这里接半天，然后他在那里闭着眼睛洗脸我说我这次站着等，我就站着等，老铁，我就站着等。我说怎么回事？我说我只想漱个口而已，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水？他在那里就是咯咯咯咯一直笑一直笑，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谢谢连连，谢谢连连的飞毯。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他在那嘿嘿嘿一直笑，我就睁开一只眼，他在那嘿嘿嘿就这样。我寻思这是干嘛呢？我说有没有人能管管？有没有人管管？他把他的洗脸洗脸，然后他先闪闪，我在旁边笑，然后这样。笑什么呢？笑什么？我说我接不到水了，他说我是很懂，我是很懂。谢谢罗瑞拉家闪闪，谢闪闪，谢闪闪，谢谢大家。老铁，这就是两个人洗澡，就是有一点不好，就是这个样子的。谢谢帕切猪猪，谢谢帕切猪猪，帕切猪猪的打火箭，谢谢帕切猪猪，谢谢 Cloud 老师的。红色的跑车，是酷劳的老师，谢谢everybody，谢谢everybody，哇，谢谢everybody，谢谢everybody，感谢大家，辛苦大家，谢谢帕奇猪猪，谢谢我们点问老师，谢谢北北，谢谢我们罗玉兰酱，谢谢烧饼是傻芝麻，谢谢酷劳的，谢谢木吃吃，谢谢 LZ 老师，蒸点 T 呀，谢谢十月原来不太冷，谢谢大家，还有各位送保支票的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差多差一点点，差一点。哇，挺会。谢谢大家，还有各位送保支票的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差多差一点点，差一点。哇，挺会啊！土动物，谢谢新月，谢谢经常换家人们。哎呀，我都说看看出来，打扫了吧。这把都亏了我，掉地上俩娃子，咋刷的？说你们多少回，就打四万多票，你让我怎么出去打 PK 你们？我真的，我三万票我都没说啥呢，三万票。这把多亏了我啊，能拿个冠军呀、啊！那个何兄，你不要客气，你放肆的罚他们，不要给面子。好了，咱们怎么罚？嗯，你来罚吧。哎，我都不好意思啊，虽然这一把是靠我才赢了的，但是我也不好意思罚，你先罚吧。对啊，要没有你的三万票，我哎，没事，别一看都不好意思罚，大家走了，没事。哎，不，那个，我就罚鉴定龟一本。那行，那我先走了，小何啊。他真的好斯文呐、啊，你去干嘛？你先做安全阀的。好嘞，坐上吧，哎。他真的好斯文，我要是有他这种票，我直接一个嚣张，我直接就。那个金立贵，你们两个来个双人舞吧。可以啊。哎呀，那太好了。给他们的粉丝抹点福利。队友。来个。那太不好了。整个 Trouble Maker 吧 Trouble Maker 换一个呗 Trouble Maker 我给你做个别的吧整个鹅弄行不行啊都行
嗯，都行。鹅弄是啥呀？鹅弄就是那个摸腿的。我不知道吗？没事，摸腿得穿黑丝啊。摸就行了吗？嗯，好，那来行吧。我就是摸就对了，是吧？啊，哎，一三，我搜一下歌啊。不是小宝，为什么让你摸你还不太乐意呢？脸那么橘橘。不让我摸，他走了，我摸着我都乐意吗？啊、妈呀！哎，我搁下面拍摄，哐哐拍广告，你直播挣上钱了？你不要点脸你，你大绿头发，你一天你整个玩意儿，让妹挤呢？来吧。鼓掌啊！哎呀，哎，这个音线呢？哎，真甜呐，很甜，看的我都得那个得糖尿病了，甜的我都得糖尿病了都。那别吧，那就先这样，咱们都沉淀沉淀。你别沉淀了。那行，何总，你不发了，何总。啊啊！你这么老实啊？哎，你怎么我何总那么老实啊？快点儿，走了。太老实了吧，我还是没事，那就算了吧。哥不给人放男菩萨，真是男菩萨，真的希望下次我要是输了，你也能那么放过我。行行行，菩萨，行，那我们现在再玩。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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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他们才是大冤种，他们一个人发，就他们一组发，嗯，拜拜，拜拜，等等，拜拜，没有跳的很好，拜拜。辛苦了，乖乖，辛苦了，辛苦了，行。他们才是大冤种，他们一个人发，就他们一组发，嗯，拜拜，拜拜，等等，拜拜，没有跳的很好，拜拜，就他们一组发，嗯，拜拜，拜拜，等等，拜拜，没有跳的很好，拜拜，拜拜，等等，拜拜，没有跳的很好，拜拜。那红姐，猫猫是小母。等会等一下，雷好啊，在干什么？我刚给你卡，拉人吧，小拉一下，小拉一下，嗯，带回家，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换个拖鞋，那个拖鞋太丑了，怎么两边都没有声音呢？会不会是因为主播根本没说话呢？对呀、啊，嗯。一落开就搞不准，掐心肝。他的连麦为什么我看得到他，但是拉不了他？不知道哎。
哦哦哦哦，好色，那很假，嗯，那很假。Hello。去哪儿了？嗯。我到时候如果我要去走红毯的话，我要把我书包背上。就是说我要打嘉年华。哇，你这后面装个人都背过去也行啊。是的，那确实没装，我装一个人，我到时候就背着这个书包去走。那你要是打上去你就赚了，人家只能一个人去，你可以赚两个人去。你把我们俩装过去吧，我们三个人一起。啊，装你们几个吧，我背不动啊。怎么背不动呢？锻炼一下嘛。嗯。也可以，也可以吧。那我们就不跟他们抢位置了。我跟你们三个变一个魔术，想看吗？变吧，看看。来。等一下啊，你们准备好。准备好了吗？嗯。哎呦，哎呦，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妙笔生花吗？来。好，准备好了。看好了。这个只是一张普通的纸，看到了吧？看到没？看到了。啊，我要把它给扔掉。一二三四，扔掉了吧？非常不错，厉害吧？那我们怎么玩？真的很厉害，我们再拉一个，再拉一个，你拉一个公主啊！我拉一个就好，我拉一个厉害的进来。你们是想要帅哥还是想要美女？听公主大队的。啊，那好吧，我拉个厉害的。一二三，咦，怎么还没进来呀，帅哥？你拒绝了。谁都拒绝我了呀！哼，才没有呢。谁说妙笔生花呀？对呀。哎呀，真的是，哎，我卡住了。谁卡住了？嗨，兔哥。嗨，你好，安静，你好。安东，杰尼龟，你好，你好。Hello。你好，你好。嗯，晨晨，你是不是喜欢我？嗯。啊？没什么，我们那个是搞一把吗？怎么搞呀？你想怎么搞？你说。嗯，你想搞什么？我想啊，我是正能量，我怎么能搞？他都紧张的说不出话了，看见我。那我们啊，起立啊！有什么？
那我们一二三四吧。喜欢一二三四吗？可以的，你们说什么我们都可以的。那我怎么不是把门贴好了？写好了啊、哦一二三四吗？要组队吗？还是要一二三四呢？你们怎么不说话呀？一二三四吧，我提出一个，可能比较害羞吧。嗯，陈哥怎么说？陈哥别太害羞，陈哥那就一二三四。好，你不要爬上去哦。 OK， 好的，知道了。那我闭麦了哈，安静。加油。好的，闭麦，宝宝。好，闭麦哈。就开始啊，老铁。老铁，一度工读，吃点这个辣辣的薯片就好了。这辣吗？不辣。哦。辣。泡菜味的。那你就别吃了。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哎。我刚看到一个许愿帅哥给我谈恋爱的。你这个愿望。这 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身上实现了。这不是你去年生日的愿望？我去年的生日愿望就许愿一个帅哥跟我谈恋爱，没想到他实现了。所以大家老铁，生日愿望还是谢谢清姐，谢谢清姐的宝珠票，谢谢清姐的宝珠票，就是生日愿望还是有点用的，所以大家就是生日愿望可以去许一许。嗯嗯，谢谢多瑞老师，谢谢多瑞老师，谢谢清姐，谢谢清姐，谢谢清姐宝珠票，谢谢鬼兰的宝珠票，谢谢大家。这么厉害，确实人你怎么人多？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侯贝贝，谢谢侯贝贝，谢谢侯贝贝的、大火箭，大火箭。我没有许愿，好吧，我许那是我朋友这个写的上面的，跟我没什么关系。那个蛋糕，谢谢坑坑，谢谢坑坑。我这个人啊，我朋友上面写的是什么？有意你学的是你许的什么？我许的是有一个一米八七的大帅哥能够跟我就是谈谈情说说爱，一起就是在简单的生活下去、就是可以就是美美的就是生活。好吧，这是我许的一个愿望。你知道我生日许的是什么愿望吗？你生日许的什么愿望啊？我生日许的愿望是，对，一些，哎，算了，不说了吧。我的愿望可能比较下流。哎，差点忘记跟大家说了。那天早上我收到了我姥姥给我发的大片的消息。不说，就是具体内容不跟大家说的。算了吧。算了，不说。毕竟。很高级。不是给我发的。我没有什么话语权。谢谢。说吧，不然他们等下好奇死了。没事，就让他们好奇着。不说了，哎，要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给他们好奇死了，等一下。百爪挠心。你们许个愿呢？许个愿看看灵不灵？许愿说，现在说出来。谢谢多少？谢谢多少？谢谢多少宝照，谢谢芥末酱鸭，谢谢多色啦，谢谢北极鹿，谢谢苹果杀手，谢谢日子哥，谢谢爱上自习，谢谢大家。想说一下，想说一下，想说，我来，我做个主，我做个主。谢谢不识月，谢谢不识月老师。谢谢不识月。谢谢陈哥，谢谢陈哥。我说今晚睡不着，谢谢南威水煮鱼，谢谢水煮鱼老师，谢谢水煮鱼老师，谢谢水煮鱼老师。谢谢字母老师。说吧，是什么？谢谢水煮鱼老师，谢谢杨瀑布老师，鱼老师，很长一段，很长了，很长了。反正就是谢北北，谢谢北北老师，谢谢 Harry 峰老师，挺感动的其实。哎，谢谢 LZ， 谢谢 LZ， 谢谢 LZ。
就是很感动的，让人很感动的一句话。青菊老师，等会儿给大家讲吧，现在马上就要结束了。对呀、嗯，再忍一下吧，再忍一下吧，不要那么着急了。谢谢阳光冲过来，谢谢 Green 蓝蛋，谢谢米老面，谢谢鱼悠悠，谢谢橙子，谢谢 Sunny， 谢谢SAS， 谢谢橙子，忍一下吧，再忍一下吧，不要那么着急了。谢谢阳光冲过来，谢谢 Green 蓝蛋，谢谢米老面，谢谢鱼悠悠，谢谢橙子，谢谢 Sunny， 谢谢。SAS， 谢谢橙子。要说要说的要说的。谢谢，这是什么？下面的声音啊。桃花源记，谢谢蝈蝈。谢谢蝈蝈的桃花源记，谢谢蝈蝈。谢谢一只白羊。谢谢大家。蝈蝈的生日愿望今年以后实现的不？是的不？我来做这个主。谢谢青姐，谢谢我们青姐，谢谢我们的蝈蝈，谢谢火北北，谢谢我们的多拉，谢谢南威水煮鱼，谢谢我们 Greenlander， 谢谢白的风，谢谢我们 LJ， 谢谢北北，谢谢我们的不是月 ，Thank you，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you，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老婆也关注你了，开门，一只小羊的老婆也关注的，罗罗老婆早就关注了，哈东。秋秋你先说吧，秋秋。我先说是吗？嗯。那个晨晨你需要我说吗？说。你要我说吗？他的意思是你需要他说吗？意思他一直是不需要我说的。是吗？说。你要我说吗？他的意思是你需要他说吗？意思他一直是不需要我说的，是吗？就是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哇哦！哇哦！哇哦！不是别的意思，就是他自己想做什么惩罚，就是他就会做什么惩罚的。啊！哎，不是，就是，哎，好尴尬呀！我不知道怎么说了，我不是你要我随便展示的吗？可以。可能我的理解能力有问题。展示一下吧，那你随便展示一个吧。啊，来吧。嗯。卡碟了。绿绿狗狗，你不懂，我帮你翻译一下。可以，爱情可以给他翻译一下。好，秋秋马姐姐的意思就是说，你明说吧。肯定说你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然后我理解能力不太好，你自己动。不是，等一下，第二句话有点问题，不是什么自己动，就是我说什么惩罚他也不听的，他会展示他想展示的。对，我自己动又说我随便，我太难了。我裂开了。那是在公主你看你跳个舞吧。那我们先说吧。意思就是说惩罚你自己定。好了，你的惩罚我们定。公主你跳，等一下跳一个，今天开始我也要自己上厕所。对吧。好的。背着你那个大书包跳。背着大书包跳。好，宝宝发誓。到时候我就背着这个书包去你家，把你家东西全部装完。可以，你可以装，可以，没有问题。装完就跑了，宝宝巴士。
开心起来，大家开心起来，一起欣赏。今天开始我要自己上厕所，爸爸妈妈你们不要小看我，宝宝巴士教我上厕所秘诀，我等不及了，我要上厕所，上厕所时不能吃东西，上厕所时节约用纸，上厕所时不能玩玩具，上完厕所冲水哦。非常棒，非常不错。晨晨就随便展示个什么吧，你拿手的就可以了。非常不错，非常不错，不错，谢谢。那我呢？你更不错，你更不错，都非常不错，各有各的不错。嗯，一人颁一个奖。嗯嗯，对，是对。嗯，大家都不错。对，大家都很棒，大家都很棒，大家都很棒。嗯嗯，行，那我就先撤了啊，拜拜，拜拜，秋秋，拜拜，秋秋，再见，拜拜，拜拜，虫哥，很棒，大家都很棒，大家都很棒。嗯嗯，行，那我就先撤了啊，拜拜，拜拜，秋秋，拜拜，再见，拜拜，嗯，虫哥，行，那我就先撤了啊，拜拜，拜拜，秋秋，秋秋，再见，拜拜，嗯，虫哥。拜拜，拜拜，虫哥。气氛怎么这么微妙呢？干什么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真是搞不太懂。我们美美拿下这个。辛苦大家了，美美拿下。他扑球，他扑球。我已经好一些了，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懵，就是我已经好一些了，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懵，就是我懵。辛苦大家啦，辛苦大家啦，辛苦各位米老呀，辛苦各位企业家。我们先换个牌子再回来说啊，换个牌子再回来说哈。七七七九七。七七七九
啊，一会儿就是恢复一下。好。加拉 baby， 加拉 baby， 哒哒哒哒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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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好了吗？好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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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吗？哎呦，谢谢个宝宝，好了是不是？哎呦，感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我们的蝈蝈，谢谢我们的清洁，谢谢婆媳火腿 boy， 妈妈，谢谢蒸脸器啊，妈妈，谢谢帕切叔叔，妈妈，谢谢点问老师，妈妈，谢谢贝贝夫妇，妈妈，谢谢佳儿，妈妈，谢谢北北，妈妈，谢谢 Lori 奶姐，妈妈，谢谢 Clark， 妈妈，谢谢 LG， 妈妈，谢谢给你压一飞踹，妈妈，谢谢 H 重生之辉秀。谢谢 Dora， 妈妈，谢谢魔吃吃，妈妈，谢谢 KK， 妈妈，谢谢齐达，妈妈，谢谢 Greenander， 妈妈，谢谢坑坑，妈妈，谢谢 GH， 妈妈，谢谢闪闪，谢谢妈妈，阳光冲过来，妈妈，谢谢雷阿奶啊，妈妈，谢谢雷阿奶，妈妈，谢谢舒海昆里，妈妈，谢谢南威水煮鱼，妈妈，谢谢大爽。妈妈，谢谢烧饼上撒芝麻。妈妈，谢谢婉儿，婉儿，婉儿。妈，谢谢蜜桃亲嘴。妈妈，好了，可以了，可以了。现在跟大家说，不好意思，其实也没什么了，其实也没有什么了，很正常。对啊，其实上厕所吗？不用了，对对对，好吧好吧，把我们都杀了，两个人，今天晚上暗杀我们。七个中分，就是他那天。我姥姥写了很长一串文字，还没有标点符号，也没有空格，是连在一起的一篇文字。有一天是答辩的时候，哎，对，是写给他的。说麒麟，就是说，然后下面就是具体我不跟大家说了啊，就是说大概就是讲我小时候是怎么样的，又是家里面是怎么样，就是培养我的。嗯，家里面比较就是是怎么说的，反正就是就是姥姥想把你培养成一个很好的人。对，就说家里面就是说就想把我培养成个很好的人。对，然后说我什么从小缺少父爱，就是说的很那个啊，很煽情，但是其实还好。啊，对，其实还好，其实还好。嗯，就是也无所谓，我这个人就是比较顽强。嗯，说哎，从小就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就是把所有的爱都倾注给我，就是虽然知道还不够，但是怎么怎么怎么样，就开始讲述我的一生。然后呢后面又有 一段就说，看到你们两个一起有这么好的事业，一起呢走向成功，一起怎么，但是怎么怎么怎么样，就开始讲述我的一生。然后呢后面又有 一段就说，看到你们两个一起有这么好的事业，一起呢走向成功，一起怎么走向成功，一起怎么，真的很感谢你，真的很感谢你们，真的很好，就是说这些，就是说这些啊。前面还有就是说，姥姥最近看了一些你们的视频，然后呢有一些话想说。老铁真是说老多了，他当时，而且他当时是怎么，他当时是早上他在那个在答辩突然是第二天在答辩突然在答辩，然后他
老师突然发一只长文字，是吧？好长，然后他就很紧张。怎么会军事时报？对，有很长，你知道吧？有这么长一段，对，有这么长一段，就很长一段。然后他就是因为一般人他看到很长的文字，他就会慌啊，可能是有什么大事啊，或者怎么样的，你知道吧？然后他就是答辩完，他去看，看完之后就跑到我这边来，就给我看，嗯，啊，你看。发给你的呢？他说：“啊，好暖，好暖。”哈哈反正冷了，夸我冷。他说：“麒麟是一个很好的孩子。”然后最后还说了一句：“他说你以后就给我发的嘛。”他说：“你以后要把背挺起来，像麒麟一样，这样会更漂亮。”我说好的，谢谢奶奶。我说你以后跟着我们享福吧。谢谢。对，我操！但是真的很开心，老铁，很开心。你要像我一样哦。嗯。谢谢大家，辛苦啦。就是这些了。但是确实是也一下子没有想到，嗯，是不是？对呀，嗯，我估摸只是刷到，就是比如说我们录屏或者是产出之类的，是各位老师产出，对，是不是？嗯，然后就是有感而发吧，是有一些想说的话，嗯，想对我们两个说的 ，yes yes， 谢谢大家，我记得今天有两个舞蹈，对吧？啊，这里好酸！锻炼手臂，对，就是锻炼手臂和背，就是有点痛痛。一个跳舞，嗯，对吧？还有一个，我今天开始我还是自己上厕所。哎，我有没有跟他们说过我有次去请假？哦，说过。配音。有一次去请假，就是去 shake 请假。啊，我们要连志登宝和那个谁。好。OK OK OK， 就是我有一次去，哎，黄，就姥姥偷偷给我塞水果，哦，是不是说过？说过，是不是？是就是我上次去太原的时候，我在家里坐着，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就是具体的完整讲过，但是我再讲一遍也没关系。就是我就是在那个就是吃完饭嘛，我们吃完饭之后，我在那个他有个客厅，嗯，有个小客厅，嗯，他们家那个厨房旁边是一个小客厅，就是看电视的地方，然后我就那个我坐在那个看电视的地方，因为我这个人我就是比较拘谨，对，是我比较拘谨，就是比较就是就是怕别人对我印象不好，嗯，就是吃完饭之后我会把那个就是碗啊什么的我就收到那个池子里面去，因为我真的很怕，就是我这个人比较拘谨，你知道吧？然后呢，然后我把那个就是吃完饭之后我就把那个碗丢到那个池子里，就我就等我就是等，因为你们还在吃嘛，还在那里吃，我就一个人我就先去那个客厅里坐着，嗯，就在客厅里坐着在那里看手机，你知道吧？然后呢，那个就是姥姥她先吃完，她先问我，她说。吃饱了，麒麟。我说，嗯，吃饱了，姥姥。我姥姥最喜欢说的话，吃这么点儿就饱啦。吃这么点儿就饱啦。我说，嗯，我说我吃的不是很多，姥姥。哎，然后他就是拿那个橘子还有苹果，嗯，你知道吧？就是拿的这，就是拿，就是怎么说？嗯，一定要递到我的手上那种，嗯嗯嗯，对吧？是就是一定要来拿着。把这个橘子吃了啊，吃完饭吃点橘子啊，谢谢懒了。还有这个，还有那个牛奶，有一箱牛奶，哎，是不是啊？那个是，他那个我，对，有个朋友送过来牛奶啊，拆了喝了啊，你们两个拆了喝了，那橘子先吃了啊，先把橘子吃了，啊，橘子吃了，嗯，我先吃，过一会儿，老铁，过一会儿。过一会儿就是姥姥又把就是牛奶又拆过来了，对吧？对，就是他，我本来就是我想说等一会儿，每次我们都说就是放到我们自己看着，对，等会儿再拆，等会儿再拆。姥姥过一会儿就又进来，过一会儿又进来，开始拆牛奶，对，拆牛奶去拿两瓶牛奶，来牛奶喝了，对，牛奶喝了。我说，哎，好，谢谢姥姥。酸奶吧？啊，酸奶，酸奶，酸奶。我们家是不喝牛奶的。你。
真的老好了，老铁。哎，怎么？等会儿啊，随礼就随礼，怎么有人随五二零还记在黄女士账上？他随的可是钢铁侠。哦，是啊，我都忘了。真的很开心啊啊！放心吧，老铁，我们有什么好消息就是会跟大家分享的，好吧？嗯，是的，嗯，不用担心我们，嗯，不用担心我们，省心、省时、省力、省心的一对 gay子呀！yeah. 谢谢大家，来吧来吧，什么？谁给？嗯 ，Make it loud， 呜呜呜！嗯，换拖鞋了，刚才个丑拖鞋太丑了。来吧，怎么跳？跳得很好吧，嗯，再跳一个别的吧。你不是学了新的吗？没有啊，这是之前的。那没有了。那个今天上厕所，宝宝巴士，它就叫宝宝巴士吗？这首歌不知道，好像叫今天开始我要自己上厕所，这牌没整。很得很得喽。宝宝巴士，今天开始我要自己上厕所，爸爸妈妈你们不要小看我，宝宝巴士教我上厕所秘诀，我等不及了，我要上厕所，上厕所时不能吃东西，上厕所上厕所秘诀，我等不及了。
是不是有神经病啊？而且看两个主播在这跳什么舞啊？神经！红果绿泡泡，还有什么舞蹈？我只跳，没有了。行，可以了，牵下手吧，牵下手。那谁来把它拿下来？哎，手拍照，怎么给我铐起来了？哎，哎，因为喜欢上厕所被逮捕了，伤了你的小心脏。什么怎么说？忘了。你从今以后，你不许上厕所。因为你上厕所老是不带纸，老要打电话让别人给你送，所以你被逮捕了。当时那个铐子离我的手不到0.1公分。我不知道词儿，我还有两句场，还有个记起来，是那个至尊宝和紫霞。嗯，紫霞有什么那个比较经典台词啊？老铁，我查一下啊。紫霞经典的台词是：“你饿不饿啊？要不要我给你煮碗面吃？”那是紫霞吗？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了，对不对？是吗？还有紫霞还有一句很经典的是：“笑口常开，好彩自然来嘛。”这个我知道，就是好彩妹。好吧，至尊宝有什么词儿？我看一下他。晚安，晚安。啊，那是林青霞呀，不好意思。好吧，他有什么台词啊？他们两个的语音对话没有吗？这个台词不是那个吗？我的意中人会什么脚踏七彩祥云来娶我那个。是吗？然后至尊宝的就是当时那一把剑在离我的脖子不到0.1公分。哦。如果非要给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10000年，就这个吧。OK， 坐着说，坐着说吧。现在我是这把剑，坐着说吧。啊，我不知道词儿，就是那个，有词儿吗？这个，好，我是拿着这个刀，剑，这是我的那把剑。嗯，我先说我的。意中人是盖世英雄，等下我放个音乐啊，叫什么？大话西游是不是？嗯，玩 God 是不是玩 God？ 好的，美女。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彩祥云来接我。我猜中了开头，可是我猜不中这个结局。哼，至尊宝，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感情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人生最痛苦的事莫过如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对那个男孩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给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10000年。你要落泪，你要落泪。
下午给你煮碗面吃吗，阿瑟？笑口常开。父皇上很爱恨，在世间难逃被问问。哎，现在好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哎，这个是不是没有开？看这个。富豪都不许说我。在世间。刀叉上就一个。难逃。在世间。刀叉上就一个。难逃。卡了，老铁，重启一下这个电脑。难逃被门兵门兵。复活。我来，宝宝。哎，这是干嘛？哎，这鼠标有问题，只能强制重启。嗯，强制吧。行啊。没有人按静音键，是卡了，还是不能那个，不能拔掉声卡，拔掉声卡所有东西都是重来，说不定。嗯，烦死。有了是不是？有了是，嗯。谢谢七单。稍等一下啊，我们重启一下电脑。稍等一下了，铁粉，不要着急。谋害。欢喜内涵在世间难逃避免。什么每天就笑咕咕咕咕咕咕咕。这钱也卡了是吧？不知道啊。哎，怎么回屏了？正在重新把这个打开，这可能是识别不到那个。OK，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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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and steamy. What a good food, what a good food queen. 它怎么不亮啊？更新完成，怎么还要更新啊？困了？没有，有点晕晕的，感觉有一道佛光。开玩笑，还好啊。嗯，好的好的。舒服，让我们现在下。我们把学的两首歌得唱了呀，不然忘了。没事，过两天也能唱呀。不行，我要唱。什么东西？这是吧？怎么又是人脸又是指纹了？
好，把那个扣下来。再试一看，嘿嘿嘿嘿。看到大家，我们的坏我没有什么坏心情。哎，喂喂喂喂，哎，好，试一下，老铁，我再试一下啊。喂喂喂，有事吗 ？Hello， 莫西莫西。哦，要不在哟，有声音吗？啊，有声音了是吧？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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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行，那看你我可以，我可以。那你不舒服？没有，没有那么不舒服。那还是有点不舒服的，老铁。一点点而已，不是纸糊的，是不是？来，想唱歌，我想唱。我觉得我今天感冒，肯定有的时候那个声音会很性感、很 sexy、很沙哑。Yeah。好，唱两首歌，我们就那个休息好吧。大家不要担心啦，我堂堂七尺男儿。现在呢？不是电流声吗？应该是电脑的声音。电脑滋滋的在叫。喂喂喂。这电脑在叫，我听到了。好，等会就搞过一个网址了。OK。只唱两首啊。什么歌来着？吹木头西周。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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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降调吗，宝宝？不用。对，是电脑散热的声音。稍等啊，一二三四，是吧？对，确定，完成。有声音吗？伴奏有声音吗？乌合花摇，感悟知春秋，酒花如墨与绸缪，诺冠相留。流骨存风，流容云水秀，流冠此时曾邂逅，佳人西周。西周何有？远戍平高丘，云仙方外玉不收，只此牵牛。闹市无声，百态阴晴徐徐梦，藤一半卷台一周，岁月自无忧。驾马驱车，上几城扶摇入画中，咫尺金曲敲横，京城难通。盼你渡口，带你桥东。松香阶低走，回去龙袖忽出怀袖。几位是落海连波动，描述去空后先同舟。那笔胭脂大漠，苍狼盘旧，一枝淋漓满点方圆头。寄我长风万里绕，只为相勾。心生一生，此意逍遥不忧。
月和手，江海底更楼，爱向人间皆朝暮，悲喜为愁。中流春意，只他风尘不可救，绵绵更在三生后，谁隔世观酒。是说红豆别难过，未见人长久，见多少来世繁华，去世白头。望你不舍，许你不朽，花外人一宿，似浓淡相间色相勾，任冰雪掀起琉璃舟，斟出紫江当金银楼。天明碧城绘图，刀工何休，举手夜鼓破断情来由，朝我银灯加州，只因归洪流，神魂如寄此时逍遥不忧。情义无故木成林，无水行舟，情义是为的藏谋真幻妙，情一人寄身不好，纪念不久，情一念墨尽飞空，白带飞白昼，画地为酒，蓝天续几酒，为琼浆能浇美与瘦，只勾这情难勾，只归这人应酬，知且或知他不能求，醉风歌知他不必吼，只愿临溪过西岭，光暗相投。往来听吹奏，只一听秋水问浮游，几弦命不隔两杯斗，却和心相思最温柔。不盼花发红眸，偶然而梦，你于二十八宿皆回眸，惜我才已经为红丝天地皱，情之所至，此心逍遥不忧。合作愉快，不唱，不唱。合作愉快。和王老师的合作，很开心，这次能和王老师合作到这首歌曲，很开心。这次活动可以跟吴老师一起合唱这首歌曲。嗯，其实我是从小听吴老师的歌长大的。哎、干嘛？人家都这么说。谢谢瓶子，谢谢瓶子，谢谢爱锅你，谢谢爱锅你。叫什么？还有一首啊，再上一首我们就今天就休息了。我会好好过。OK。只是风，你来过却爱上自由，你出走我不问理由，我会好好过，
等你再爱我，总有个角落会让你想起我，我会好好过，等你再爱我，想要或想做，都有我站在这里守候。爱很像泡沫，太轻或太重都不在手中，我的爱就像天空，太放或太瘦你都只是风，你来过却爱上自由，你出走我不问理由，我会好好过，等你再爱我，总有个角落会让你想起我，我会好好过，等你再爱我，想有或想做，都有我站在这里等候。你留下很多，够我面对寂寞，寂寞不重，重是爱太多，我会好好过。当你回头看到的一定是我，我会好好过，等你再爱我，总有个角落会让你想起我，我会好好过，等你再爱我，想有或想做，都有我站在这里守候。跟吴老师合作非常的开心，跟我儿时的偶像一起站上这个舞台共唱同一首歌。什么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首歌叫我会好好过，是李九哲老师。春梦到西周，这首叫我会好好过。祝 Kiki 宝生日快乐，祝 Kiki 宝生日快乐。谢谢麦兜董快老师，一起唱首生日歌来。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KK,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炫技派的，太炫了。谢谢麦德老师的大火箭，谢谢麦德老师。那我们今天就到下啦，大家好好休息哦，好好休息哦，好好休息哦。谢谢，嗯，谢谢黑客，生日快乐，黑客老师。大家好好休息，好好休息，大家注意安全，注意身体。谢谢蝈蝈，谢谢蝈蝈，谢谢清洁，谢谢火贝贝，谢谢麦德董快老师。这一期啊，谢谢帕奇小猪猪，谢谢老米娜姐，谢谢点问老师，谢谢北北，谢谢酷料堆，谢谢 LZ, 谢谢七丹老师，谢谢雪儿，谢谢段老师，谢谢舒海昆里，谢谢 KK 老师，谢谢毛吃吃，谢谢后退老师，谢谢 Greenlander, 谢谢康康，谢谢 ZH, 谢谢闪闪，谢谢阳光冲过来，谢谢瑞亚南，谢谢南威水煮鱼，谢谢平质，谢谢节目讲一包，谢谢牙花猪，谢谢玩玩玩，谢谢不识月，谢谢呆毛骷髅，谢谢大家，晚安 ，Good night。
你们要好好休息哦，你们要好好喝热水，不管是感冒还是什么别的都一定要好好注意哦。你胡扯，哎，胡扯，就被冒粉的，热吗？哪热？反正整体胡走了。拜拜，晚安，老铁。哎，感谢大家，晚安。最近就不伸舌头了吧，怕传染给你。你也是哟 ，KK 老师，今天好好过生日，多许几个愿望啊。嗯，不要浪费的这个生日，多许几个愿望。给我们选个，拜拜。收到我信号了吗？收到吗？没有打哈欠，刚才是唱了一个高音。嗯，得了，拜拜。Goodbye， 我会好好。